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呃，十三号星期五，通常人们说这不是好日子。呃，在在广州宝马，应该是天河体育体育场边上。呃，十一号吧，一辆宝马撞了，呃，伤掉了五个人，死了五个人，伤了十三个人。那是个小伙子。那当时的场景呢？呃，当时的场景是直接就撞到人行道上。 他是直接撞到人行道，然后连续翻转，甚至撞到把一个警察，警察开着摩托车，啊，执勤的警察给撞翻了，而且连续撞了两三次。那他撞完之后，小伙子出从车里出来，往街上撒钱，就就就饶世界撒钱。那等警察来了，没没有任何其他人去干去去去制止他。警察来了，把他摁地下，然后他他跟警察说：“阿 Sir。” 就跟那个香港似的，阿、啊、Sir，咱们是自己人。他说我叔呢，黄坤明就是今天的广东省的省委书记，黄坤明是我叔。大家都没太注意，就觉得这个人是恶意的，甚至是不是喝酒了，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基本上是从社会的报复社会的角度去分析去看待。那当时呢，直接死了五个人，比较惨的是一个孩子，妈妈带着孩子。 那在过马路的时候，那在人行道上，孩子被撞死了。结果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当时发生之后，呃，人们在讨论着这种悲剧的过程中，人们谴责着这种弱者，就是如无论你遇到了什么啊，无论你遇到了什么，但你去报复跟报复社会，报复这些无辜的人。而开一辆宝马，你并不是说一般一般的老百姓就会讲说你能开上宝马，反正。 你也算是呃能吃喝，应该不是成问题，所以基本上讨论的焦点是在这儿。那成然没有想到呢，最后的定性呢，据说定性是交通事故。我们现在看这个报道，它也说是交通事故。那交通事故的报道说法，就自然引起了很大的这种舆论跟风波。那就目前来讲呢，啊，就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故事。 呃，他讨论的焦点就是说，一定他上面有人，这个人背后有背景。那中共在社媒、社交媒体当中呢，呃，删掉了所有相关的视频跟帖子，全都删掉了。但是我个人发现，我刚才个人发现在，在应该是在抖音上，还有一段视频是说，呃，他当时故意冲撞了警察啊，故意冲撞警察。那如果是这样，就是故事是以这样的形式发展的。 在我们看到有关这个这个中国大流行的过程中，包括殡仪馆、包括医院的一些视频都没有删除，没有去管制，却偏偏把这个东西、把这个视频管制了。有人说，可能是是为了降低这个，为了减少人们舆论上的这种这种冲突，人们那种，呃，就是失容易造成失控的一种说法。我我个人觉得这是不能说没有。 但这是一个巨大疑问，在对比之下，在对比之下，你就知道，在中共的体制之下，在今天，被他开放的和被他掩盖和封杀的，一都是有着他绝对的目的啊，有着他绝对的目的，有他引导的一种方向。那当这样的故事出来之后，加上小伙子现场去撒钱，和说黄坤明是他叔，那你现在。 不能说他是胡说，我个人说可能不能说他是胡说，因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完全可以顺，就是可以在一条脉上说得通的东西，而这一条脉说得通的东西的本身呢，跟中共的体制是直接相关的，跟中共以往的做法是直接相关的，所以也真的就有可能，这个人在某以某种背景之下，那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而这个背景。 只有他自己能够说清楚，因为原因在他个人身上。只有他自己能够说清楚，而警察在询问的本本身的过程中呢，警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保护共产党，啊，他不是保护人民的，他是保护共产党。所以，警察针对这个人的任何真实的缘由，要去做出明智的判断，来保护中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 我我个人觉得，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待这个氛围，看待这件事情就对了。那那些死去的人会怎么样？那我只能说不知道。你说国家赔偿也好，这个人赔偿也好，怎么样赔偿也好，那他有没有保险也好？因为如果是交通事故的话，就没有什么各个,个赔偿，那只有他有没有保险，有保险他就能得钱，没保险就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中共国民。 今天中共国民最真实的你的生命状态，啊，你的生死呢？你的生死以及他的生死的结论和因由，并不因为你自己而存在。那通常人说不可能是因为自己是，我觉得也是。但是呢，你自己的存在的本身，跟整个氛围的之间的相互相互交叉的冲突，就形成了一个绝对，这个是。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社会里面，你想完全逃出这个社会对你真正的生命尊严的那一份影响的话，几乎不太可能啊！几几乎，我个人觉得几乎不太可能。那病毒二次感染啊，很多医生就谈到二次感染，二次感染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讲二二次感染是在今天习近平推行的全全民免疫的背景之下，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说它的严重性要超过第一次十倍，人们在强调。那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简单、很自然面对的。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在辟谣横行的在辟谣横行的环境当中，在今天，从昨天到今天，呃，昨天它引发的是是在金球奖，应该是周末，就应该是前两天吧，在金球奖上。 有一个年轻的演员，呃，年轻的演员去参加了什么比较有名的？我们个人没有没有看过。那他参加这个典礼的活动，两天之后，这个人心脏病可能死了他，他心突然心脏心脏病爆发死了。那现在呢，表现出来就是说，在有名的今天早晨哈，呃，在英文的媒体中流传的社交媒体中流传的一个视频，有人把。 过去的大概半年时间里面，那些著名的人物，包括明星，包括体育界，呃，主要明星、电影明星、体育界、新闻界，那这些主这些出镜的人，在现场表演的人，包括曼联队的一个球员，就是突然曼联队的，呃，这个这个西班牙的，呃，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队啊，还是还是哪个队？巴塞罗那。 那一些著名的球星在比赛的过程中突然倒地，啊，NBA 里也有，呃，英国这个欧洲的欧洲的足球比赛当中有，而比较多的就是出境的新闻。那出境新闻最新的一个呢是前天加拿大的国家电视台，加拿大的国家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播报，就是一对一现场播报的时候，他播报那个新闻播报完了，这个人就。 就一下就这样出去出境，就是这么出去，所以后来说这个人 OK 了，就是就是没没事了，回家休养了，这个东西都没得解释了。所以人们在探讨是否因为三年疫情以及相应的治疗手法，给人们留下了就是不可明灭，而且死都是年轻人，啊，死的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三十岁，就是这样，而且大多都是心脏。所以你现在在推特上去查。 就是心脏病，就是急性心脏病呢，啊、呃，成为了人们追逐的一个焦点。那其实今天中共国在，在在对付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大概念就是今天人类所谓秉承着科学的角度或者权力的角度，在面对这一切根本是无能为力的。那呃，其实连安慰的连安慰的程度都不具备，啊，连安慰的程度本身都不具备。那。 呃，中共国家国务院的监测委承认，这个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本土的 XBB，他只承认一个，说有一个本土的 XBB，还有一个 XBB 本土的是在应该是在中南海，应该是在中南海，但他承认了，这是这是国家这个人叫叫陈什么呀？ 是是个国家的领导人吧，就是他防止疫情的领导人，他他就讲述了 XBB 什么呃风险有多大，本土化怎么，但他是承认的，今天承认，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在新浪微博当中，排名第二位就是排名第二位的，在同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中共开始就是定性什么叫重症，开始定性重症。 那定性重症它的基础，那原来就应该有定性，您为什么现在才定性？它是吻合中共体制的说法。那现在的呃冠状就是呃叫什么？呃非非典型肺炎不能叫非典型肺炎，非典不能叫非典，应该叫叫这个感染，对吧？病病毒肺炎改成病毒感染，所以他去迎合感染的说法。 而感染的本身呢，又有着很多的重症，所以他要拿出相应的、相应的一些标准，那就说明在一个月前，在决定十二号、十二月七号去解封的时候，完全是来自于中共上层的行政命令，完全是来自于习近平个人的意志，没有任何医学基础，就是没有任何医学基础，没有任何医学专家在。 医学的所谓的科学的背书之下做出的那样决定，如果在所谓科学的背书之下做出那样决定的话，它应该有着成套的辅助的说法，定性什么叫重症，这是一个最最简最直接的，对不对？这个人去 ICU 了，这个人去这个重症室了，那他算不算重症？你人说按照标准还不算重症，另外一个说我们国家还没有标准，那你叫什么国家？ 所以，他一定是在颁布命令当中出现的故事，就是出现的问题。那说明整个这件事情，就是从三年封城、一天解封，是完全出自于习近平个人的意志。那这种意志的本身，呃，就是他想干嘛就干嘛。这就是表明了习近平一生，习近平自当了当官以来，一生什么事儿都没干成。 只干成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共产党毁了，因为他干成任何一件事情呢，可能都是对中共本身的，呃，对中共本身的一一种背书。呃，在过程中，就是依然在死去的名人，这些名人很奇怪，都在文化界，文化界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围绕那么一个环境。有些人说中共的官也死了，我个人其实蛮注意的哈，呃，但。 不是很明显啊，真的不是很明显。我们就讲说现任的中共高官、现任的政治局委员、现任的中央委员、现任的省部委、省部委的这个高官，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有人说那那那就是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过程。中共两院院士才有九百多人，中共两院院士才有九百多人，从十二月份到现在死了二十多个了。 那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两千多个，你没看见一个。那中共的省部级高官，就是省长跟副省长以上的部长跟副啊，就正局一以上，你说有多少官？我没有看到太多，真的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病毒还分你的职业吗？那现在看是，真的是。所以那现在死去，我们看报道就是这么个方向。 所以到死官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坦白跟你说，到中共省部省部级以上的官大批开始，就像两院院士死亡的时候，共产党就完了，那是共产党完了，因为中共中共的整个肩架结构是以局级就是部处级是个基础吧，但它的局级以上的高高官是他真正的核心部分。 就跟奥巴马把他美国政府当中的八千多人的精英中的精英类似，所以当这批人开始大批死亡的时候，就像两院院士，就像这个，就像北大清华那么死人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差不多了。这是个八段国手曹志林，七十八岁。那个，呃，当初聂卫平他们赛维赛维奇的时候，见听到过这个名字，那时候那个时候是。 中日，我们当时在的时候是在，在在看这个故事，是中日围棋对抗赛，后来就变成了中日韩。那当时只是中日，所以那是一个很火爆的一段故事，因为那里面牵扯的爱国主义啊，牵扯到爱国主义。那当时聂卫平中国的所有高手都都上台，所以曹志林当时有出现过。那他是说棋的，啊，他是说棋的八段国手。 啊，七十来岁没了。那另外一个就是陈佩斯的母亲。陈佩斯的母亲呢？陈佩斯的儿子，在去年大概十二月二十几号的时候，曾经发过一个推文，他染疫了。他是先从孩子上染疫的，然后他是有四个孩子，等于是陈佩斯的孙子啊。那陈佩斯的孙子，那么相互染疫，就全家四个孩子，他们两口子再加上保姆。 全都染疫了，接下来就是陈佩斯也染疫了。那现在就是说陈佩斯的母亲啊，陈强的夫人，但他蛮高龄的，应该是一百多岁了吧？呃，但他好像是一百多岁了。他自己发了一个通告，呃，没有了，这个人没有了。所以那是陈陈陈佩斯自己发了一个通告。那这就是在现实的环境中，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有名，当然说他年龄大了。 呃，但是这里面的故事呢，就是我跟大家解释了，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很多朋友说，那陈佩斯、陈强，呃，做了，呃，是做了很伟大的事情哈，做了这个，特别是父子在八九六四的时候，是。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只能说呢，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讲那个少林寺的那个武僧的总教头啊，总教头五十九岁，百毒呃百病不生。 专练废业的，然后死了，跟那故事是一样，就是他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下，病毒的本身，病毒来处的本身方向性太强，而有着它更高的病毒背后因素的生命的境界，在选，在选谁死去，呃，大家如果能理解就能理解了。就像我为什么我我觉我自己也蛮感触，我们说涛哥啃封神。 那涛哥看《封神》里面讲了太多的故事，其实就是现在的一切。看懂《封神演义》就能看待这一切。呃，二次感染超过千万，那张伯礼提小心。张伯礼应该是应该是专家了，科学院的院士，说大家要小心二次感染。呃，二次感染率大概是百分之三。 所以他讲说，现在全民感染是百分之七十，用的是这个数字。我以为他要达到百分之八十，所以我们当时按百分之八十的数，应该是十亿人，啊，十亿人到十一亿人，就说十亿人。如果是亿人百分之三的话，三千万不是一千万，二次感染起码有三千万人。那有人曾经登过，说到底中共国死了多少人？那在二零二一年，中共全中共国死了一千万。 超过就是就是各种死亡，死了一千万。那他这个数是从殡仪馆的角度去算。如果殡仪馆超过五倍的话，就是现在的殡仪量超过五倍的话，他说那是不是就五千万？这话不好这么说，对不对？因为它只是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出了这么多。但是我个人以为上千万的死亡是肯定有的啊，上千万的死亡是肯定有的。 所以这个数字都是靠老百姓去猜了，对不对？靠，完全靠老百姓去猜。那老百姓作为生命，作为生死来讲，对于每一个老百姓都是百分之百的，要不然你活着，要不然你死了，要不然你二次了，要不然你就那样。所以，在你讨论这些故事、参在讨论周围的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个人一再强调，人要懂得自救啊，人要懂得自救。 人要懂得自救的最大的基础，这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一样，你可以参照别人的，但是你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自救才是百分之百的。参照任何他人的，都有着无就是无以名状的缺憾。你不是他，他也不是你，所以无以名状的缺陷，就是你不是他，他也不是你的中间的不同点。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